天啊，告诉各位现在在哪边？我们等一下就准备要出国了。不要乱讲，现在我们在华航的饭店。嗯，这间是什么？诺富特，对不对？华航诺富特的饭店，机场饭店，它距离机场其实就是一站的机场捷运。哎，这边很方便，我刚才有听人讲，好像可以就坐过去，好像不用钱呢。不用钱吗？我不确定，因为刚才有人经过我旁边，俄语就说：“哎，这边坐过去，机场不用钱呢。”不晓得。之后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真的 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如果要去便利商店的话，就是搭一站捷运再坐回来，然后不用钱，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跟大家讲，我们这次订的专案啊是航空名的专案，这个组合呢，航空名它会升等到行政套房之外呢，它还有附了下午茶，还有附了晚餐，还有早餐哦。在下午茶跟晚餐之间呢、啊，还有 Happy Hour， 我们现在就是要打算来吃 Happy Hour， 真的很意外，竟然有 Happy Hour， 我刚真的有被宠幸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词，其实我们一阵子没住酒店了，嗯，这边真的很不错，而且今天是假日，人还不多哎。嗯，你想要看飞机在这边降落，每一台就是都在你的眼前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真的有一种觉得我忘记带护照了。嗯，对，这边你看，星宇航空的三台在这里，还有华航、长龙，这视角真的很棒。然后这边就是未来的三航线。Even if we go all out of breakers down, I know we are Alpha and Omega. Whatever happens, doesn't matter. I know we can sort it out.哇，这是 Happy Hour 的餐点耶！我刚才吃了下午茶，又吃了 Happy Hour， 我觉得华航的东西其实比我想象中的精致哎。它真的很精致，而且它上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它很有诚意耶。我们来吃一个那个卷饼，你看它的卷饼，哇，照给大家看，天哪！看它的色彩颜色，就是不是跟你马虎的那一种啊？真的，再看看吧。对它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这个状态下，只要在飞机旁边吃什么，我都觉得好吃。有人在跳舞了，我们吃太多了，等一下先去游泳。这间酒店的视野未免都真的太好了吧？天啊，哇，七八七耶！啊，好管，好管，好管！下面这台应该是330，哇。那这间酒店你会感觉的稍微商务一点点，目前我觉得啦，服务人员啊是非常亲切的。刚才你有没有感觉？有，对，真的很不错哎。就是你刚才说什么，他都是笑笑的。对，真的很棒。我觉得这镜子好像有照起来比较瘦。你怎么样？看起来都瘦。我们要去游泳了。有人换了皮皮。哈哈哈哈哈！抓到头了，小丽。他们两个在比看谁运动的比较快，快动起来。游泳池在二楼，我们走进健身房，他的健身房真的还蛮大的，然后那边还有可以打桌球的地方。我们进来游泳的地方，他这边啊真的还蛮大的，这游泳池应该有25米，还蛮长的。一样，机场就在旁边，看得到飞机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朋友玩的，还有 SPA 区，那边的水温呢、啊、是比较高的。阿优第一个就下去了，冷吗？会冷啊、哦。我应该游了5趟还6趟，不过我的脚底板抽筋了。它这个大池啊，它的水温是有点凉的，没有温的感觉。阿姐在这里，嗨，哇，这好舒服哎、欸，姐姐这边好温暖哦、喔，你躲在这里，这边好冷哦、喔。其实啊，这个泳池不错，我觉得蛮大的，然后那边啊有蒸汽烤箱，然后我跟姐姐现在在旁边这边做 SPA。这次啊比较温暖，今天蔡依林来这边了，是不是很温暖？你要一直动啊，你不动就会觉得很冷。可是如果你真的有来运动是 OK 的，其实游起来算蛮舒服啊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很猛劲，你走开啦、啊！你不要乱讲啊！我走在这里，好色情，干嘛要说什么？泳池怎么样啊？他泳池，我觉得它有点太暗。白天可能比较不会啦，像晚上。其实这样子怕走路看不清楚就撞到了。不过算大的，它泳池算蛮大，想游泳的可以游得到，不是玩水的。这是真的很适合想游泳的。
认真洗哦，帮老公洗裤子。你没有看过淘汰郎吗？淘汰郎是怎样？婆婆都去河边洗衣服，现在的新妇都是在浴缸洗衣服。哎、欸，这样感觉好像也还不错，而且还在饭店的浴缸哎、欸。我们每一次啊去饭店游泳玩，我们都是这样洗。欸、不过跟各位分享一个怎么把泳衣用干的方法好不好？我们觉得我们这招蛮常用的。这个 Pebble 呢是从那个老爸的爸爸传给我们，我们觉得非常好用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。你可以先拿一条啦，用过的浴巾。用过的哦。就是有点湿湿的。就是把用过的浴巾，然后把它放在地上，放在地垫上。放到一个干净的地方啦。然后再把你要放的泳衣，要用干的泳衣放着。可以放好几件，一次可以用好几件。像这样。哎、欸，这样感觉还可以再放一件哎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然后呢，再把它这样卷起来，有一个蛋卷的概念啊。卷，然后我们就这样把它压干，就稍微踩一踩啦，或者用膝盖压压也可以。这样子衣服就会变成超级干的哦、喔。因为一般饭店的毛巾其实都蛮吸。亲爱的，你真的不要一直跟我跪，真的。请多发点给我零用钱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。每一件都是这样，它之后就会变超级干的，很干很干的状态。好啦，那待会啊，我们就要去吃晚餐啊。在吃晚餐之前，介绍一下我们商城即将要推出的联名得亚的旅行收纳袋。这个收纳袋我会把它收在这个地方。对。它其实是三个，可以全部收成一个小的。我们穿过泳衣，我会把它放在中的这一个，因为这个中的呢，我们有做了一个小巧思。这个小巧思呢，它是有两层，正面跟反面的收纳。然后这个材质呢，它是抗菌的之外，它也可以稍微防脱水。所以像这个用完湿湿的泳衣，我们就这样把它放进去就好了。对，没错。那另外一面你一样还可以再放别的衣服。欸、有两面真的很方便欸。这个商品的相关连结啊，我们都会放在底下，因为今天啊其实比较暗，我们下一集啊再来仔细介绍这个收纳袋。不过这个数量有限哦，而且一开始订比较便宜，如果有想要买的、啊、相关连结都在底下。吃饭啦。真的太适合我们家了，这个牛夹肉好好吃哦、喔！你有夹吗？我有夹，好多有夹，一夹进去入口即化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晚餐蛮有诚意，它肉类蛮多的，肉很多，可是蔬菜类稍微都是偏冷食啊，热的蔬菜比较少一点。而且它的肉啊，不管是牛肉或者是海鲜，都很多呢。对，它有点像那种就是饭店那种 buffet 了啦。对，它其实就是啊。对，因为我会觉得说啊，这个可能会偏商务，因为是机场旅馆嘛，就不是哦，不给你随便的。而且我们今天来其实人也是蛮多的，有一个人还说，谁会现在住在机场旁边？不要这样想，人很多呢，真的很多。怎么回事？海鲜也多，肉也多，然后甜点也不错，而且冰淇淋还是用哈根达斯。天哪，已经在吃水果巧克力了。啊，悠悠最爱吃寿司，我们大家都找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你爱吃什么？起司哦。你这满满的都有起司味，因为汤有加起司。他排骨汤也给人家加起司。这有点让我想到那个台中长隆酒店。就是很实在啊，对，是那种实在。没想到航空公司进的酒店，都是走实在路线的。就是进来都觉得很不错哎，每样都很不错哎。而且我们刚好发现啊，就是诺富克它已经十周年了，我们拿到的那个熊猫 Panda 上面有写一个十周年的一个图案。好了，那今天这集就结束啦，明天还有早餐的介绍跟我们房间内的介绍，不要忘记继续收看哦、喔。这样子我就很期待明天的早餐呢。好了，那今天片已经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5点都会发布影片，最重要的是加入社团追踪 IG 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
胸。